古天乐同郑嘉颖呢日就一起出席电子用品发布会，古仔最近再开金口同谢安琪合唱新歌，就引起咗轰动。不过呢次古仔答应为 Juno 破例，就有一个条件。我答应佢录呢首歌时有一个附带条件嘅，就叫佢千祈唔好叫我唱 live。提到陈海琳早前第一次拍电影《起底组》，喺戏入边仲要爆粗，郑嘉颖睇完又觉得点呢？吓、啊，我哋算咩啊？好老实讲，你喺街都听唔中十倍啦，劲过系嘛？我啲真系冇嘢咯。我觉得非常好啦，第一次拍电影已经咁就。當然是有進步空間，但是我覺得收貨了，第一次拍電影。Grace 之前還摸市民油的肚子，說想沾一下旺氣，看來 Grace 也很期待做媽媽。我也期待。